无聊不无聊啊？不无聊，把你气成这样，多有聊啊！别闹了，店长盯着我呢，赶紧回来。他看不着，我锻炼锻炼你。一个人在外边硬气儿的啊，我这样的都对付不了。挨酒蒙子，小弟赖事儿，你咋办呢？像你这样的还是少数，还少数呢。别整了，化了。难怪店长村的，你干私活的，你不行就别上班了，在家复习复习，练练画画，啊，跟店长说一声，下礼拜不来了。凭啥破不了钱呢？怎么破不了啊？就考试就这么两天嘛，完咱俩。Dream a skating